迎孙燕姿耶！呜呼！哎呦！哎，巨星巨星，小姿姿你好，来我们中间这边请，这边请哦。燕姿，今天是这个228连续假期的第二天。对，你看大家来这边都是为了你而来的哦。问一下全场的大家，燕姿可不可爱？超可爱的。燕姿来跟大家聊一下，今天是这个2227专辑发行之后呢，来跟大家见面，感觉心情怎么样？现在很快乐，然后我知道在场的很多朋友应该也是在演唱会都有来的，来现场，对不对？对，有来的举手。哦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又是一种小巨蛋的感觉。哎，对哦，所以今天不只是万人演唱会、万人签唱会，还是个万人签名会哦。没有万人啦。啊，有啦。因为大家每一个人专辑都不止买一张，而且呢陆陆续续后面有人在排队在领号码牌。哦、okay. 对，所以要问一下这个燕姿哦，这个算是这个连续假期专辑呢暌违3年再度的发行，今天你的双手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了吗？我已经做好了。哦，很有力很有力。哦，有感觉可能会今天要签到晚上12点的。我是说真的，刚才他们说很多会不会很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对，我们就勇敢的面对。然后如果真的签不完，那时候再抓狂。哦，再等下恭喜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因为刚刚根据探子跟阿关说呢，已经号码牌发到了2000多号，并且其中有一个人他包了4000多张一个号码。他是开店的吧？他可能是那个为全球的燕姿迷做服务的。哦、OK， 对对对，所以燕姿要跟你聊一下哈，这一次这个专辑发行之后，真的在全台湾、全球各地都取得了非常非常好的销售成绩。自己今天这个在这么多歌迷的热情支持之下，感觉怎么样？很开心啊，因为其实这张专辑也做了很久的时间，然后我想说，就从一开始就是。我觉得今天也会看到从第一张开始爱我的，然后从风筝那张开始爱我的，然后陆陆续续的朋友都希望说自己可以做好音乐，然后今天可以为大家签名，也是我的荣幸。对，所以呢，这个今天呢，不管怎么样，台上台下，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支持燕姿的歌迷，都能够跟这个小姿姿。有一个小姿姿孙燕姿有一个这个非常愉快的会面的时光啦。所以燕姿，你这个希望歌迷听完了《克卜勒》专辑之后呢，能够有什么样的感觉或是感受？哈，我不知道。哎呦，我觉得每个人听歌都会有自己的想法。对。然后尤其这张，我也觉得很多朋友都已经长大啦，然后也带很多 baby 来啊，然后工作人员都说，他们都拿 baby 来骗你，就是要多跟他们聊天这样子。然后我想说，大家在生活的路上都有种种的点点滴滴，值得珍惜的，值得开心的。所以我不想说这个歌应该要怎么解读，就是大家有自己的方法跟生活这样。对啦，其实音乐本来就是很主观的，每一个人可能有不一样的这个生活经历，有不一样的感受，对，所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。可是我觉得这个大家听完之后都能够感受到孙燕姿制作专辑的用心，我觉得你真的很认真。我有认真。对啊，很卖力呢，真的超厉害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你看后面这个大球体，这是孙燕姿要那个克卜勒闪耀宇宙的这个启动仪式。OK， 所以我们先让这个燕姿在这个大地球的前方先来拍个照。